Keith Sidham， 我是 Christopher Bordy。 好，所以今天我們介紹一個廠給大家。廠在哪裡呢？在 Julai Sungai Long Budiman Industrial Park。 這個地方非常不錯，廠是很大間又很漂亮，租金也都很公道。如果比以前去租20,000到18,000，但今天12,000都不用，你就去租到間廠，是非常非常划算。行情不好，自然有嘢得落價。今天這樣嘢落到價錢，我看到真係眼都大埋，所以介紹俾大家。事不宜遲，唔講多，你都係用最快速度、最短嘅時間帶大家去看看廠係點樣嘅。一集第四集，好多謝大家的支持。過往拍過三集，真係反應都唔錯，好多謝大家。你哋俾我嘅 comment， 俾我嘅意見，我會數碼會慢慢再改進。俾小力少少時間，盡量去做到最好俾大家。依、這個就係我哋嘅 Christopher Bordy 對你哋嘅服務態度，依、這個就係我哋嘅精神。如果喺依個短片睇咗之後，如果你哋有啲咩 Bordy愛賣啊，或者愛租都好，需要到我哋 Christopher Bordy 幫手嘅話，可以直接揾我，或者 call 我，或者 WhatsApp 我。咁我要對大家講一聲，非常非常之多謝曬你哋收睇我哋 Christopher Bordy 少少嘅 video， 多謝你哋。嗱，最緊要就係睇咗之後俾少少鼓勵 ，like share， 多謝曬大家